投屏软件吃鸡你用过吗？这可能是目前最好用的投屏软件，名字叫 TC Games， 只需一台电脑、一部手机，配合手机数据线连接它们，你就可以在电脑上大屏玩手游了，而且还能跟端游一样键鼠操作。如果你是一位手游主播，只需要投屏，你还可以选直播投屏连接方式，不使用它的按键功能，通过 WiFi 就可以把手机屏幕投影到电脑上，投屏效果也是非常好的，配合蓝牙可以实现同步传声。那么给大家看看投屏之后的效果，画质非常好，几乎没有什么延迟。下面我用和平精英给大家展示一下操作步骤。打开游戏，下载官方默认按键，点击游戏右上角的设置，操作设置，点击 TC Games 键位中心，根据自己喜好调整好键位之后保存，配合智能按键可以实现一键切雷吃药。进入和平精英的特训岛，按键盘左上角波浪键隐藏鼠标，进入射击模式，按数字一或者二一键切枪，按数字四或五一键切雷，按 WASD 键控制人物移动，用鼠标滑动控制方向，按 Shift 键人物快跑，按鼠标右键开镜，左键射击。当然你们也可以自己改键位，最重要的是这个软件可以免费使用，如果你开通 VIP 功能会更多，效果也更好。除了吃鸡，其他手游也能用这种投屏玩法，更细节的操作我建议大家还是自己去用一下。